影片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四樣嘢啊。咁啊，另外咧記得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 專頁啦，同埋我嘅官方 IG 啊。另外我嘅個人 IG 亦都正式開通咗噶啦，大家記得 follow 埋我嘅個人 IG， 可以睇到我生活點滴噶。好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 ，ciao。